那你对毛毛就甜一点咯。嗯，你应该很甜吧？要留你开心的。不行，我彩排的时候我已经笑场了，我受不了的。对不起，毛毛，毛毛对你有没有感情？那个什么感情啊？想笑的感情。毛毛对我没有感情。毛毛一定很喜欢他，不敢坑。到一千岁，到一半三岁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伴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如蓝天帮到凡事。就算翻风雨，只需睇到你，自便阳光千万里。有了你开心的，不够千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欢喜。斑斓的街。主要是你转身的时候你这样看我，我就觉得很搞笑，受不了了。然后请那个两位代位导演上去。我正式演出的时候一定不会笑场的。再增加一些两个人小的动作的细节，然后我们再也考虑到一些小的道具，类似于像花这种道具。然后我们下午看能不能把花给你这边，然后你先试一下。太油腻了吧？可以的话，我们按照花的方式。女人，你喜欢玫瑰吗？双 K 的光，因为我也在想这个事情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比较偏律动一点，所以其实我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也比较拘谨。你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的状态？我不会呀、啊，身体的律动。不是，你就稍微，你稍微干嘛？你就是那是怎么？你那如何律动呢？就是你稍微，你可以稍微抖一下。你不是说一直要这样，一直这样是有点傻吧？就是我觉得状态可以相对放松一点，不要紧。